尼可莱他们在图书馆的战斗失败了，他们回到了阿公司，在阿公司孵化厂这里，他们使用了 TT2 协议，克隆了5000只缪，让他们在孵化厂里面自相残杀，从而在这5000只缪里面挑选出最强的一只缪。而每一个克隆体缪都对活下去有着强烈的执念，他们也知道在都市里被克隆的人只能存在一个，而且缪之前是生活在后巷里的，曾经被红姐所救。他对红姐的一句话非常印象深刻，不是强者才能活下来，而是活下来的才是强者。最终在这5000只缪里面活下来的最后一个，尼可莱他们准备好了，又再一次前往了图书馆。昂吉亚他看到了这一切，他非常的震惊，他不明白他们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精神还没崩溃。그래이바도서관장너희도어떻게아무렇지않을수있어너희는인간이잖아어째서昂吉亚被缪他们反驳了，不知道这种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根本不明白外面的残酷。昂吉亚也很生气，他认为自己也曾受过巨大的痛苦。而缪他们反驳昂吉亚，他们以前经过的那些事和现在比起来已经习惯了。昂吉亚总算明白了都市的日常。